够200人啦，我谂住够200人我先喐噶，200人唔够我就唔喐嘅，我 freeze 咗喺度。我谂住到200人我先开始喐，而家200人啦。做人要有目标啊，冇200人我就唔喐嘅，定格。但系而家过咗200人啦，过咗200人我可以喐啦。头先好辛苦啊，头先系好似外国嗰啲咧，有冇去过外国嗰啲人？咁又唔喐啊！但系你唔喐成日噶，好劲！喂，原来咧，我头先知道听日系假期啊！I just learned that tomorrow is holiday。头先咁样，哇！200几人 PK， 260人 PK 添，唔好意思啊，痛唔痛啊？痛唔痛？痛唔痛？我先咁样定格，我先咁样定格，只系大概2分钟到啫，因为我话俾自己听，过200人我先开始喐。好痛啊！唔好意思啊，哇！300人都嚟嘅，喂，点啊？倾一阵偈啦，倾一阵偈啦，因为听日大家唔使翻工系嘛，唔好弹琴啦，因为我其实攰嘅，但我攰都同你哋倾偈，可唔可以俾啲掌声我？今日晏昼出去做咗个 event 啦，去咗新城市广场啦，有冇 fans 今日晏昼嚟咗新城市广场？听到我同欧巴唱歌，同埋同阿一哥喺度有啲互动，宣扬呢、這个宣传呢个防骗意识。之後同啲 fans 影咗相啦，多謝曬大家啦！頭先出去，頭先又約咗人食飯啦，啱啱啊睇完《中年好聲音》啊，翻嚟 studio 啊，彈琴就唔好啦。你睇翻歐瑞強個 live 先啦，係嘛？好攰啊，你知唔知啊？你要當我係人先啦，今日我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嚟，我會攰噶。但我攰咧，我都開 live 同你傾偈，咁啊算啦，唔好咁貪心。live 咧就等11月3日啦，係嘛？11月3日，陶家耀。罗启豪同埋丁文俊上我 live， 11月3日约定大家，我迟几日会出个 post 噶啦，都下个礼拜会出个 post 噶啦，留翻真正弹琴嘅就喺嗰边房。而家开 live， 我好中意呢个位开 live， 你中唔中意咁样睇啊？嗱，我将 sofa 咧，将 sofa 褪前咗，然后咧，其实周五有周五嘅 setting 嚟噶。咁咧，以後周五有周五咧，就咁樣開啦。你睇得好清楚，我哋係咪？我哋又夠清楚啦，我打曬燈啦。同埋咧，
我而家冇用咪嘅，因为一个人我就唔用咪啦。同埋咧，我而家睇到你啲你哋嗰啲留言咧系好清楚嘅。好啦，趁有三百几人咧，我而家咧想你鼓励我做一样嘢。我而家喺度做 sit up， 我而家喺度做 sit up， 咁咧好健康啊，系咪？做 sit up， 咁你睇下做到几多下啦。嗱好简单嘅啫。嗱，我而家瞓喺度，一张凳啊。我一起到一下咧就叫一啦。嗱，动我数住啊。嗱，而家瞓咯，开始一。好辛苦啊！喂，俾掌声我啊！掌声鼓励啊！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哇哇，做咗廿下 sit up 好辛苦嘅。哇喂，掌声得唔得啊，大佬？夜晚黑就快十二点啦，无啦做二十下 sit up， 仲要喺张 sofa， 呢张 sofa 有弹性啊，好难做噶，好难做噶，因为佢凹咗落去啊，瞓落去。哇！其实每日做二十下咧，都对于我嚟讲都系好劲啊！咁我以前做二百下得添啦，中学嗰阵时候，哇！但系你哋如果唔喺度咧，我做唔到啊！我做五下就唔做噶啦。正所谓我系姓伍噶嘛！哇，好辛苦，二十下确实系唔容易啊！你试下做啦，你试下喺张 sofa 度做啊！嗰啲力射晒落去啊，好辛苦啊！开 live 呢就有种动力嘅，三百几人睇做 sit up， 你话点可以衰啊？唔衰得噶嘛，系咪先？但系如果我唔开 live， 我做五下就唔做噶啦。所以我以后开 live 做 sit up， 呢叫 sit up live。哎，有咁多人睇住咧，死都顶二十下俾你啊！哇，晕晕地，唔系讲笑。二十下虽然系唔系好劲，但系亦都唔差噶。做二十下真系唔容易嘅，对于一个二百磅嘅人嚟讲，你估我二十岁咩？五张嘢二百磅，做二十下系一件值得鼓励嘅事。最紧要赢自己嘅啫，我觉得。我琴日做十九下，今日做二十下。听日就会做廿一下噶，有人送啲星俾我，多谢。Sit up line，sit up line。我谂住十一月二十一号五十肩生日会啊，我会以一个新形象见大家嘅。哇，做完真系一声。OK 啦，二十八做顶唔顺啊，好辛苦啊！
我饮啲水先得唔得？我同大家倾一阵偈啦。我哋啱同大家，你想倾咩话题啊？今日倾啲三级话题啊！饮啖水先啦。大家頭先有冇睇今日嘅中年好聲音啊？今日嘅中年好聲音啊，啱啱就完咗三十強，已經誕生咗啦。咁就當然啦，各人有各人嘅支持嘅參賽者啦。咁實有人出，有人入噶啦。春夏秋冬有多少人會走？春夏秋冬有多少人會留？比賽一定有人走，有人留噶啦，都冇辦法噶啦，亦都。要接受啦，係咪？咁有人話：哎呀，好唔值啊！邊個勾咗？哎呀，好唔值啊！邊個入唔到三十強？都冇辦法㗎啦。始終比賽就實力加運氣啦，有運氣同實力先得㗎。因為呢個長途賽嚟㗎嘛，好多五燈係咪啊？今日好多嘅。今日你最中意邊個啊？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安雅希啊，即係啊佢有冇喺度啊？啊，我最中意安雅希，同埋阿顏米高都 OK 嘅。呢只 OK 啦，有冇飲啊？飲啊我係咪啊？馬拉米拉米拉未來冬茶咁咯，係啊，啲茶全部差唔多味 ，OK 嘅。各花入各眼，各星入各耳，是没错。我今天好手松咩？都不是啊，我有很多都不好按到的后面。咁咧，我就不方便讲很多关于比赛的我自己的喜好啦。啊，即系唔系喜好啊，我就唔方便讲好多唔关于做评判嘅嘢啦，因为我始终都系做评判啦。不过你哋咧就希望可以继续支持呢个节目啦。好啦，我想问下，咦呢、這个 Calvin Law 系咪我识个 Calvin Law 嚟噶？我都唔知係咪，可能唔係，即係相同名。嗱，我想問下你哋啦，咦，唔見到我 live 嘅？琴日有冇去到上水廣場啊？你哋哇，接近四百人啦，多謝你哋。各花入各眼。琴日你哋有冇去到上水廣場啊？四百人啊，多謝。琴晚有冇人去上水廣場啊？多謝你哋啊！琴晚個簽名會咧就好多人去支持，多謝你哋啦。咁希望你哋開心，每個人都攞到簽名係咪啊？簽到我手軟啊！同埋我做完之後好鬼肚餓啊！我講一講琴晚我哋做完咧，咁我哋大概去到九點半就完咗個簽名會啦。咁啊簽咗唔知幾多個名啊，百幾個啊！咁跟住呢就我太肚餓啦，我同五太就去食嘢喎。咁去食嘢呢就發生咗一件事喎，我今朝都出咗個 post， 就係呢當我哋食嘢嗌埋單嗰陣時候呢，我唔會開鋪頭名嘅，唔好咁衰，
不過我真係覺得呢件事咧，值得去探討一下嘅，傾偈啊嘛。咁我埋單啦，五太咧就問可唔可以用 Alipay Hong Kong 俾錢啊？咁咧就對方咧嗰位侍應咧就話可以，然後咧五太咧就撳到個電話去咗 Alipay 嗰頁就 show 個曲俾佢。嗱，一般嚟講係點咧？應該係個侍應咧係去攞個嘢嚟 do 噶嘛，係咪啊？佢竟然突然之間成個五太嘅電話攞走咗，然後我哋突然之間呆咗，然後即刻追出去咯。即刻追出去，順便走人啊！同佢去嗰個收銀機嗰度睇住佢嘟。喂，即係我哋冇投訴嘅，不過其實喺當刻應該要話俾佢聽，冇理由，你冇理由攞咗個客人嘅手機嘅，大佬，係咪先？喂，裡面而家你要知道好多騙徒啊嘛，裡面手機裡面好多資料噶嘛，你點解成部手機？咁、那、嗰個侍應好後生嘅，好後生，我諗細路女咁樣啦。佢直情攞咗個手機，跟住咧攞咗出去埋單。哇，大佬，裡面有啲咩機密？我哋嗰啲好親暱嗰啲相，好多親暱嗰啲相啊嘛，咁唔可以俾佢睇啊嘛。但佢冇理由攞我哋嘅手機啊，係咪先？係咪？唔係我哋後屘即刻走咯，唔係我哋都埋單啊嘛，後屘跟埋佢出去睇住佢嘟咯，係咪？但係即係其實可以投訴。喂，真係冇理由，你冇理由咁樣攞用個客户嘅手機，手機裏面乜都有喎，大佬我點知你喺裏面？你喺裏面，你攞到手機唔知佢做咗啲咩手腳係嘛？係啦，我覺得都係因為受女，因為嗰個係一個靚妹嚟嘅，係啦，好離譜。但我哋冇嗱，我唔開名啊，費事啦。我相信亦都香港亦都一定有好多餐廳都會有呢事發生嘅，有冇人經歷過呢啲啊？有冇人經歷過呢啲啊？即係你去埋單攞個手機俾人嘟，然後咧對方咧係成個手機攞咗去埋單。我冇投訴算啦，無謂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呢件事係值得去探討啊。我又無謂開名邊間餐廳，我亦都唔會講嘅。但係咧呢件事係值得去探討啊，即係冇可能咁樣攞人嘅手機去埋單啊，大佬係咪？所有私隱係有係嘛？有係嘛？嗱，妹妹撈、卡哇薩卡全部都有，不過係八達通。哦，八達通都好啲，但冇人攞成個手機嘅大佬。喂，其實八達通都唔應該啊，因為你去咗，你換咗張八達通未？你換咗張副值嘅八達通換翻嚟，我都唔知噶。換咗一模一樣八達通喺當刻個客人未必會知，其實根本冇理由咁樣攞去。就算你攞信用卡呢，即係譬如你埋單攞信用卡呢，你都唔會放心俾個 waiter 攞張信用卡嚟碌卡㗎嘛。而家更加驚啲嘛，通常係喺你面前碌㗎嘛，係咪？就算買嘢呢，你冇理由俾張信用卡個 waiter 攞走咗去，攞走咗去攞返嚟唔知碌咗啲乜，係咪？正常冇人咁做啦。我就費事投訴㗎呢，不過我就即刻走咯，即刻走出去跟住佢埋單咯，睇五太睇住佢碌咯，係嘛？如果唔係，哇！我真係唔知佢攞咗我老婆嗰個手機去做乜嘅喎。所以大家都有呢個意識啊。如果有人攞咗你部手機去埋單咧，你千祈要 say no。你話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攞嚟 do 啊？或者我跟埋你去埋單咧？真冇可能。我覺得真係有啲。是咪唔夠 training 呢啲？係咪間餐廳應該一定要最基本嘅嘢要去 train 㗎嘛？呢啲嘢呢啲嘢同佢咩職位冇關係㗎。呢個係 common sense 嚟㗎，呢個係 common sense 嚟，即係呢個係常識嚟㗎，呢個係常識嚟㗎。唉，真係奇怪，咩人都有不過冇嘢，可能係瘦女啦，瘦女唔識世界咁就算啦。試過成隻錶攞走，真係乜都有得試喎。不過係小妹妹嚟嘅。
喺美國好常見喎，有人話。而家大部分酒樓、餐廳侍應經理係攞部無線機即場過數，係咯。通常我哋係個餐廳個經理或者侍應喺我哋個餐台度睇住佢碌或者嘟噶嘛，就冇理由攞咗部電話，大佬，好似拍戲咁。有人話俾佢發覺食咗兩個早餐過咗200多啊，即刻投訴佢啊！這個世界無奇不有。算啦，我唔係話投訴嘅，即係不過我覺得呢啲咁嘅現象係問下大家意見啫。哇，有300粒星星俾我喎，喂，有300粒星星嗰度即係有幾多錢啊？一粒星星1毫子啊，咁就有30蚊啊，多謝喎 ，thank you very much 啊。係唔係荃灣嗰間？唉，冇。重點啊，錯重點啊！重點唔係邊間，其實呢啲遍佈全港九都會發生嘅，亦都好多人話親歷其境，好多朋友都係試過頭先問咗啦。所以其實邊間都唔重要啊，最重要你哋小心啲。下次即係如果有相同事件發生，記住 say no 或者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攞嚟嘟嚇？冇可能俾個手機佢啦。这个世界无奇不有啊，为何边个会入围唔到中年好声音？咦，佢未入咗围咯，佢入咗围噶，都多谢你分享俾我哋，我最中意分享噶啦。而家有好多骗徒，系啦，好啦，咁啊，今日有冇人去咗新城市广场噶？今日我都见到有都好多 fans 去咗，今日嗰度啊好热闹。咁我同阿一哥咧，一哥同我 selfie 啊，见唔见到啊？哇，真系几劲，我觉得自己几劲，一哥。Harry 影张相，一哥咧即系警务处长啊，一哥阿 Raymond 啊，其实佢系超级中年好声音嘅 fans 嚟嘅，因为我都同佢交换咗 WhatsApp， 即系大家抄咗牌。佢有一次咧，一睇完中年好声音，我讲国语嗰集，佢即刻 WhatsApp 我，佢话你讲国语好有穿透力，啊一哥好中意我讲国语啊，劲啊！有啲朋友今日有去系咪啊？多谢你哋啊！今日见喺沙田见到你啊，五常真人果然比上镜靓仔，系咪 ？Phoebe Mo， 你系咪第一次见我啊？第一次见我一定噶，上镜成个肥佬咁噶嘛，啊真人咧就金城武咁咯，一定要当面拍卡。我有去新城市，今日去唔到，但心灵与你同在，有你啲心灵同在亚门系嘛 ？Harry 影相相好熟，咁咩叫好熟啊？你今日穿提子 T 恤，冇佢哋大会俾我噶。记唔记得旧年今日系咩日子？唔记得喎。Melanie Lam， 旧年今日系咩日子啊？旧年啊，旧年即系2022年嘅今日系咩日子啊？可唔可以提下我？是我同五太相识108日嘅日子系嘛？第二次见我嘅朋友花花，两日都有嚟 Peggy Tow， 多谢你啊！点解我走都唔换衫？理由得一个，因为我化妆，一换衫
又要甩頭套，因為會整污糟件衫。我費事搞咁多嘢，所以我穿住嗰件衫走。想驚係肥佬，真人金城武，真係咁都俾我諗到。我有咩噏唔出嘅啫，係咪先？我噏得就噏噶嘛。又有廣告，咁開心。好少啊，好少好似一哥咁親民同我拍照，係啊，好親民啊佢真係，我都好親民，因為喂，不如咁啊，你哋有冇重睇歐瑞強嘅 live 啊？我咧呢排咧一路揸車咧就一路喺車度播，哇，我覺得幾好睇喎，咪幾好聽喎，一路聽 L 不嬲唱歌真係好好聽。你有冇重睇啊？如果冇睇嘅，請你睇翻。Albert歐歐瑞強上我嘅 live 係前晚啊，有啲朋友成日問我啊，阿 Sir 我冇睇到啊，請問喺邊度可以睇翻啊？呢、這個問題有啲搞笑，我從來啲 live 都冇洗到，你只要喺我 Facebook 一路碌落去咧，就會揾到我所有嘅 live 噶啦。好想約你錄咗我唱，可唔可以 send 俾我啊？有重睇，睇咗兩次，多謝你，多謝曬大家，好好聽，好好聽，好好聽啊 ！Yeah， 好正佢把聲啊 ，L 不嬲係好正啊！我講緊歐瑞強啊，唔係歐永權啊，係 L 不嬲前輩嗰個 L 不嬲啊。歐瑞強唱歌係好正，尤其是佢唱嗰啲即係好。好細膩嗰啲感情嘅咧，好有情懷嗰啲，哇！佢真係唱嗰個昨天幾好聽啊！即係朋友記得那天共你初初哦，舊年今日係東東演唱會啊，係咩？我真係唔好記得喎。多謝你提我，多謝你提我。不過我記得好熱嘅東東演唱會，因為喺室外西九度。哇！重睇咗六次啊 ，Lucky Lee。多謝你，多謝呢位朋友。Luckily 六次啊，有冇多六次嘅 ？Becky 都睇咗三次，超級好聽。Albert O 演唱會你去邊日？我未知，我要 check 一 check 時間先。文哥好正，係 IG send 去冇所謂啊 ，IG 都得噶。今日好多廣告啊，啊，因為我個 live 多流量啊，唔好意思啊，忍一忍手啊。因為其實我而家雖然你話我開 live， 其實呢個係我工作嚟，我其實一路咧係有廣告費收，多謝你哋啊！忍一忍，忍一忍，風平浪靜啊！哎，我唱首歌俾大家聽啦。既然大家要忍受我啲廣告，嗰啲唔係我啲廣告。如果而家有400多人咧，我哋一起約咗出嚟喺尖東等啊嘛！而家喺尖東，我哋一起喺尖東海旁唱歌啊嘛！喂，係喎，今日有冇？哎，係喎，哇！呢排都好多訪問啊，同埋封信啊。今日晏晝有冇人聽港台嘅好心情經理人啊？有冇人聽啊？有冇人听？我未听晒啊！但系我今日讲咗好多我老婆嘅，好似系但冇唱歌表扬佢啊！今日晏昼因为同一时间咧，我喺新城市广场做紧嘢，所以我听咗少少啦，两点半嗰阵时，但我三点就做嘢，所以冇听到好心情经理人。我而家呢，
听唔听到吉他声啊？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草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印。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渐近，大家及声音也相近，犹如冬春天的雪，犹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的心。哇，好听！其实呢只歌咧系校长嘅 Albert 话，后屘咧佢唱到咧，啲人以为只歌系佢嘅。我觉得都好听，两个都好听。啲人话惊我条腰断，我惊你听得唔清楚啫嘛。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向，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变成美丽莫污染，养清了天天大，让这花草不会损，远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每林园，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中灵气，变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在美丽，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种灵气，愿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秀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水天然，这美丽愿永远。送俾你，我爱大自然。哇！突然之间咁多好多校长嘅歌，我睇下识唔识你唱呢个先。
喂，你识唔唱呢首啊？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数，灰心只因冇乜进度。哇，咁高嘅，低啲。我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数，哎，但凭运数啊，我都有啲懒音添。我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数，灰心只因冇乜进步。你迈慢了脚步，无谓做人暴躁，攀登高峰有难度。可惜天天我刻苦去做，都始终冇乜进步。皆因观点你睇得太高，未信始终嚟做，原始被风。喂，太高啊！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喂，唔系呢个 key 嘅 ，sorry 啊，搵翻个 key 先。我风中惊草，太高，扯到扯哮。我呢个，我放慢了脚步，呢个啱啊。我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数，灰心只因冇乜进步。你迈慢了脚步，无谓做人暴躁，攀登高峰有难度。可惜天天我刻苦去做，都始终冇乜进步。皆因观点你睇得太高，未信此最嚟早嚟咯。似比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点失足跌倒，即刻企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高，一生里胜名日高。所以啱 key 都好紧要，头先搵唔到个 key。我接受你劝导，祈求失情即告，点样找到正统的路？你要上进漫步，时常做人用脑，一飞冲天靠程度。点解偏偏我周身八宝都始终冇乜创造？谁则睇到你周身有刀，但未啊确定条路啊？似比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点失足跌倒，即刻企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胜名日高。Yeah！ 知唔知呢首歌系边个唱噶？有冇听过呢首歌？大家有冇听到呢首歌啊？听到呢首歌系边个唱嘅？知唔知啊？知唔知呢首歌系边个唱噶？呢首歌系合唱歌嚟噶，系两个人唱的。蔡国权同埋谭咏麟啊！谭咏麟唱啊！我而家好辛苦唱到，
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生今晚去拍拖，只烟鬼跟住我啊，烟鬼一粒会喷火，我心惊胆又破，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小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早知今天有恶果，皆因当日错。小生小生最怕鬼，苦海怎逃过？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小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观音天主救世者，几解走住过？好心福心与爱心，那么阿弥陀。啊！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小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小生小生怕怕咯，哎呀哎呀哟！啊！呜呼哀哉冇眼睇啊！天主保佑我啊！冤鬼衰鬼快快走，速速揾第个。啊！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呢首歌咧送俾嗰啲所有咧睇到廣告嘅朋友，因為咧你點解你俾廣告砸，即係點解你撞正鬼啊？皆因你講多錯多。點解撞正鬼？皆因你講多錯多。知道咩歌啊？我而家唱。我对你敬爱有信心，信你对我永远无变更，是我的爱人，敬爱的女神。我唱嘢有你啊，无变音，我的世界永远啊，你最真，是我的爱人啊。敬爱的女神，望见你就最开心，令我态度变天真。若你有日变心，若你起旧爱新，我始终一心一意不惜起身。有了你世界无战争，我要爱你啊，爱到瞓晒身，是我的爱人啊。好低喎，高啲啊！我嚟咯，嚟啊！我对你爱人永远有信心，信你对我永远无变更，系我的爱人啊，敬爱的女神啊！我唱嘢有你啊，无变。我的世界永远你最真，是我的爱人啊，敬爱的女神啊，望见你就最开心，令我态度变天真。若你有日变心，若你弃旧爱新，我始终一心一意不惜牺牲。有了你世界无灭战争，我要爱你啊，爱到瞓晒身，系我的爱人啊，敬
爱的女神啊，我睇唔到歌词啊。我要爱你啊，爱到瞓晒身，有了你世界冇战争，系我敬爱我爱人啊，敬爱的女神啊，系我敬爱人，敬爱的女神。越唱越嗨喎，喂，系咪啊？好正啊！你个系咪好好有童年嘅回忆啊？我而家好想唱啲好有动感嘅歌。不如同大家傾下偈先啦。有朋友話：我上次 live 推介嘅《小空間大愛戀》真係好正，多謝你。五太瞓咗覺啦，五太。少爺威威，少爺威威點唱啊？我唔係好識喎。好風騷，估唔到我識呢首歌，計食啦，大佬！呢啲歌陪住我成長啊！小學嗰陣時，小學嗰陣時唱啊嘛，沖涼嗰陣時有歌聽。我哋傾下偈啦，我而家好熱啊，唱到我聽講咧，好似過幾日係陳百強嘅紀念日喎，係嘛？你知唔知 Danny 仔係咪星期三有個特輯咧，就係講陳百強嘅？你知唔知啊？知唔知先？首先，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添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热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需感到乱纷纷，不要眉头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呢首识唔识啊？
情绪感当感到乱纷纷，不要让你锁紧，快乐悠然会近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困？呢首咧就系、我少弹啲嘅首，不过都大家都识噶啦。雨伞，请你放下。去了会令我失眠，雨点清脆降下，细雨似梦里一片，与你站于窗前，深深吻一片，抱着柔情在我襟前，与你爱一千遍一万遍，听过未啊？听你心房在跳动，听你脉搏奔流，看你双眼在渴望，有冇听过呢首？细雨下于窗前，似那爱的箭，抱着缠绵在我胸前，与你爱多千言万言，与你梦窗前，与我爱战，带着柔情射向侧田，与你爱多千遍万遍。呢首歌咧有个英文版嘅，系叫做。Staying Alive， 唔係 Stay a while， 啊唔係 Staying Alive， Staying Alive 係 Bee Gees。Stay， 哇哇哇哇 ，Staying Alive， Staying Alive， 哇哇哇哇哇 ，Staying Alive， Staying Alive， 哇哇哇哇 ，Staying Alive。呢首就 Staying Alive， 係 Stay a while。其實好多陳百強嘅歌我都唔係好識，因為其實我係校長嘅 fans， 我就係識嗰啲大家都識嗰啲。不如我哋唱翻首送俾父母嘅歌啊，好嘛？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啊，母亲嘅原来，父母亲爱心有善长碧雨，怀念怎不被莫禁，
长夜空去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玉，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人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去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大家记住要孝顺父母，希望你们的仔仔女女都孝顺你，因为父母养大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报答他。你首一首很感动的歌，陈百强念亲人。好，我们先聊一下。哇！念亲恩是你旧同事的老豆作，咁劲！你嘅旧同事是咪姓杨噶？佢系杨继兴先生作曲填词嘅。咁我冇怀疑你嘅，咁你冇需要呃我哋啊？咁啊，好好听啊！呢个啊，记住父母永远喺心里面，永远在这里。OK。好啦，不如我哋倾下偈先啦。如果唔系又倾唔到噶啦，我每次话倾下偈都倾唔到，唔知搞乜嘢。我听下啲咩歌，平时唔系好，平时少弹啲啊。啊呢首啊，呢首咧，我弹过一两次。我没有自命洒脱，悲与喜无从识别，得与失重重叠叠，因此伤心亦觉不必。谁歌又会并未没欠缺，曾深爱的为何分别，和不爱的连绵月月，一生不可自决，谁人又想知道我的心灵，就想知道再说已不变，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与他人前，你会令谁人自觉生可恋，即使再变，几好听呢个。
好啦，而家真系倾下偈啦。而家你想倾咩话题啊？你要食党参，系我食党参，我冇食党参。不过我系唔系歌手，我唔系靠唱歌搵食噶嘛。唱歌靠唱歌搵食，我乞食咗好耐啦，系咪先？系咪先？我系一个实力派音乐人嚟噶，唔系歌手啊。宵夜到未？冇宵夜，我戒咗宵夜。你唔觉得我好 fit 噶嘛？而家全因戒咗宵夜。喂，生日会咧，有冇人买飞？成功买飞嘅 fans， 话俾我听，可唔可以举手啊？买到飞嘅 fans， 11月21号，仲有一个月喎。我而家系四字头最后一个月，我要享受呢一个月。呢一个月咧系四字头嘅最后嘅30日啊。咁我真系要享受四字头最后嘅一个月。然后咧，下个月咧就开始好坚，就系50坚。我而家未够坚啊，未系好坚嘅。我而家喺坚之前，流流地，最后流40月最流嘅40月，唔系讲咩都唔知嚟噶。我系仲系经历紧最流嘅最后一个月，流完之后咧，下个月好坚啊！下个月11月21号系好坚噶。哇！多谢晒好多朋友买咗飞啊，多谢晒啊！因为呢其实我冇諗住你哋咁好反应㗎，所以我就 book 咗30多位嘅啫。你早知话俾我听，你哋个个都上嚟，我起码 book 50位啦，不过下年先啦，好唔好？今年就因为一早 book 咗啦，你哋又唔俾反应我，你俾反应我踊跃，我 book 大啲呀。你俾反应我只係得20多位，咁我点去 book 50位啫，係咪先？所以我而家呢就最后呢一个月要好好度过我嘅四字头啊，啊！你哋系咪已经全部5张几噶啦？应该系啦，睇你都系，你个个都咁坚，应该呢度全部都起码50噶啦，系嘛？系嘛？喂，可唔可以同我 check 下而家有几多 follow 啊？唔该，可唔可以同我 check 啊？我而家每日都睇住恒指上升咁啊，89,900未咧？可唔可以fans 同我 check 下？同我 check 下，唔該，同我 check 下，同我 check 下有幾多人啊？89,000几啊？五重堅，阿 Sir， 你本琴譜真係好有份量，好靚，好正，多謝。好有心机做嘅，我做每一样嘢都系好有刻去做，一系就唔做。多谢你，你同我同年同月大你4日，哦，生日快乐 ！I'm still in four， 我38咋，哇，38身材啊！我迟你8日，到时可以同自己庆祝，冇你咁大。89911，哇！嗱，我开 live 系咪好勤力先？系咪俾掌声我啊？我咁勤力开 live， 因为我定咗个目标，定咗个目标一定要达到。如果唔系，我就唔系咁重行。我每次开 live 都有人数增加，即系而家争几多人啊？89911，即系话争89人啫，争89人就去到90,000咯。哇！咁89人咧，仲有成一个月，点都得啦。系啊！哇，竟然有 fans， 我有啲 fans 1986年出世，唔系啩？原来我咁有穿透力嘅咩？系啊！之前有冇唱过涟漪？唱咗90,000次啦！10万都得，唉，咁啊，成你贵言啦！
下一個目標就六位數㗎啦，九萬就係最後一個五位數啦嘛。如果以萬計，五 Sir 中年好聲音鬆手咗乜料？你睇埋落去先講啦。而家先係六十強，你睇埋落去啦，唔該。今年生日會咧，除咗同 fans 度過咧，我亦都有好多好朋友，因為我正日咧就希望同啲好朋友一齊度過，咁啊包括我一啲中學嘅同學啦，包括我一啲喺行內嘅好朋友啦，全部都係嚟同我一齊慶祝，咁同埋啲 fans total 有33位啊 ，fans 大概有30位啦，應該有30位啦，咁我另外咧就有3位自己嘅朋友，咁啊都好希望啊今年正日咧可以同大家玩翻埋啦。啊，可能開 live 嘅，可能開 live 嘅，等下五太安排啦。出年要60位，哎呀，你講咩60位？一間冇人嚟，咪要我俾60位錢，係咪？除非收定錢先啦，大佬，收定錢先我就安心啲啊，大佬。我都唔敢搞咁大咁年，結果原來你個個都話上嚟。我有2000年粉絲，唔係話。有粉絲2023年出世，呢個係咩料啊？即係啱啱出世。在这个时候唱首歌送给你们啊。在这个时候唱首歌给你们啊。物以罕为贵嘛，活动呢就不要太多啊，物以罕为贵，那每一次大家期待啦。谁去了的感情留下古老街灯。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静的心，再拾起看看这星辰，才惊觉到日子将一些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得可见亦平凡。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心随人转淡，脸的都变淡。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干经全部及时扶助我情意半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偶尔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朋友的真朋友的心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有意老一点更好还顾今天人人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盼彼此感情从不更改到老送给你们希望大家都感情到老你们互相都继续做好朋友啊那我继续做大众偶像 OK 这样啊
喂，眼瞓未啊？哦，原來陳百強有首叫《對酒當歌》喎。咁啊，而家歐永權有首《把稿當歌》，用嚟冚佢啊？唔係啩？《對酒當歌》唔識唱喎，但係陳百強、鄭國江老師填詞。明明活在我心中，怎麼偏失了蹤？發現時已失落像場夢。對酒當歌亦沒作用，心似圓球浮沉重。這顆心也許真的很痛。當天你我重逢，尚記當天真的動，還在笑聲中投入抱擁，擁抱抱擁。唔識，不如你問我啲問題啊！我想答下你啲問題，我自己日喺度好戇居居咁啊。好啦，有問題啦。PGF 好有愛啊，幫我買咗鋼琴集兼親筆簽名，係。哦，呢位 Kelly SC 啊，哦，我簽過俾你喎，我記得啊，前日有 fans 話簽其中一個名字就係你啦，係咪？你係美國嘅三藩市係咪？等我有機會嚟三藩市，可唔可以請我食個漢堡包呢？等我屋企人下月過嚟美國，可以帶俾我，勁開心，多謝你 ，Kelly SC 啊。好啦，有問題啦，令媽媽阿 Sir 唱歌好咗，係咪跟老師學緊？我跟咗魏以生老師學一堂，即刻變成咁，所以真係唔係講笑，佢真係好勁，同埋我都好勁，我學咗一堂就搞掂。好啦，周寶寶啊，周寶寶呢個問題呢又飛咗上去啦。咦？五 Sir 喺樂壇，你最老友有邊幾個？我好多好朋友嘅喺呢個樂壇裏面，包括有周慧敏啦，包括有黃婉之啦。布志倫啦，係咯，大家都知啦。歐永權啦，好多好朋友嘅。何婉瑩啦，玉置浩二啦，想藏我。好啦，繼續啦，繼續啦。唱歌好咗好多，多謝你哋嘅方言或者善意嘅方言。仲有冇簽名會啊？都冇商場肯同我做，咁何來有簽名會咧？係咪你 book 個場啊？你 book 個場，你 book 個場邀請我嚟啊 ！Alan Tam 啊 ，Alan Tam 唔係我好朋友 ，Alan Tam 係我偶像，我都想佢係我好朋友。阿坤哥啊！坤哥簡直是我的媒人啦！有冇睇到篇訪問啊？我頭先咧無啦啦有 fans send 俾我睇到，原來咧情報咧係將我喺斯大維魯嗰個訪問，即係嗰個節目裏面咧將佢變成咗一個訪問喎。有冇睇啊？咁啊，五太就出咗鏡，佢話我。我要佢一世為我洗廁所，哇！真係我覺得好冧，雖然聞到啲鴨味，但真係好冧。佢話我係一個好浪漫嘅人 ，actually 我真係真心欣賞你才華 ，Tiffany 風啊！你都係我第一個追住去睇 live 見面聽演奏會，今年生日會我都當我俾自己生日。我都當我俾自己生日的禮物，可見下你同粉絲會識到的好友。多謝你啦！我覺得咧，而家越嚟越多新 fans 啊！敵人哦，敵人有好多啊，費事講啦。好啦，跟住睇咩啊？在 studio 搞簽名會，你想拆咗我 studio 啊？五常生日會勁過時下歌手，咁啊唔好咁講，咁啊睇下邊個啦。時下好多歌手好勁啊 ！fan 級活動咩啊？又飛咗唔知去邊啦。哎呀，唔好意思啊，太多人講嘢。情報睇到我係咪啊？睇唔出你咁浪漫啊，咁易俾你估咩？我情場鬼見愁，
罗敏庄，罗敏庄当然是好朋友啦。你都觉得我几浪漫啊？我是浪漫的，你听我啲歌就知啦。一个不浪漫的人，点会写到啲咁嘅歌？旋律啦，旋律，我的旋律反映我很浪漫的。能和你倒数几多秒，后到清早。不浪漫的人是写不出啦，咁鬼肉麻嘅嘢。你實在太多問題，我有時睇唔切嘅。簽名會咧，真係要睇時機啦。咁你 book 個場要使費噶嘛，大佬？我又唔想你嘥花錢嚟到揾我簽名喎，係咪？咁上次就有啲活動嘅時候可以簽就簽啦。咁今次有商場包。因为人哋商场包咗我一个数量啊嘛，咁我梗系做啦，生意嚟噶嘛，咁佢叫我去边我都去啦，系咪先？佢叫我去沙头角我都去啦，不过都差唔多去到沙头角噶啦。唔系啊，你明唔明白？搞一个签名会咧，你要人哋商场肯制先啦。咁大佬，你估我系撩牙咩？我都话我唔系撩牙咯。我是撩牙去哪里开的，我不是撩牙，我是撩鼻什么的。有什么生日愿望？最主要呢，希望世界和平，还有我的粉丝身体健康。前晚看了我求婚段片，即时喊了，歌都作埋，梗是浪漫。哇 ，Any 张，多谢你啊！哇，你现在先看成差唔多十个月前，其实好似好耐咁，其实只不过十个月嘅啫。我求咗婚，我感觉上好似好耐咁样，点解？花落不知时日过，多谢你啊！其实我都觉得几浪漫嘅。系咪唔可以去再 Tom Lee 搞？呢、这個答唔到你喎，冇話一定唔可以嘅。咁我唔好意思問人攞個場，要唔要我場租啊嘛？咁我俾翻啲咩人啫？係咪先？除非可能佢話啊，你嚟我度消費啊，嗱你嚟我度每人買一本，買一本鋼琴作品集，咁就可以入去簽名啦。咁就得啦。我冇可能冇，即係我冇 say 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同你傾偈，我冇 say 去叫人哋 free 個場俾我啊嘛？點解？上水廣場 free 個場俾我咧，因為我帶到消費人，帶咗一班人去消費啊嘛，咁佢咪 free 個場俾我做咯。但係你話我乜冇嘢俾人嘅時候，我真係冇 bargaining power 去叫人免費俾我做一個簽名會啊嘛，係咪？我勁過撩牙，我梗係勁過啦，撩牙好勁啊！喂，我講過下真係肚餓死啦！你可唔可以而家幫我買個外賣上嚟啊？我想食叉燒飯啊！而家都唔係唔得嘅。其實我有諗嘅，五太諗緊㗎啦，簽名會嘛，係咪？係，因為我而家咧喺啲CD 鋪有得賣啦，喺通利都有得賣啦。我會盡量去同佢哋傾下，點樣安排啦？信我。五太做嘢做到嘢噶，五太好堅噶。Maggie N 係咪安雅希入咗嚟啊？係，你知好現實嘅啲商業機構，你冇嘢大氣到俾佢，佢唔會。free 個場租俾你噶嘛？你喺邊區啊？幫你叫 food pack， 唔好講笑。我而家減肥啊！我頭先做咗二十下 sit up， 頭先做咗二十下 sit up 啊，所以我唔可以再食。
我会唔会开班教人速成弹流行曲啊？啊，呢位朋友问得好啊！其实我已经教咗年几啦，我喺网上面教，你有冇兴趣睇我教弹流行曲啊？有兴趣咧，又要讲一次啦，就系上 Patreon 一个全世界都好受欢迎嘅一个 app 里面咧，你就会揾到伍仲衡，我喺里面有教弹琴嘅，但我就冇实际一对一咁教，因为实在冇咁嘅时间，同埋我未必有咁多心机嘅教实体堂，但我上面咧拍咗好多 video。教你點彈，你睇住我啲手指啊，所以咧又係你可以 download 個 app 先啦。呢度都好多我啲 patron 學員嚟噶，個個都彈得一手好琴，完全係有我八成功力噶啦已經。我真係有啲肚餓，但我又真係唔可以咁放縱。咩 app 啊？哦嗱 ，Cafe Wong 啊，有人問咩 app 啊？哎，我啲 fans 做嘢。嗱，呢啲咧全部都系我啲學員嚟噶，佢哋全部都係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噶啦，喺琴技上面嚇好勁嘅，佢哋喺我披床學到基本上學曬我所有嘢噶，啊咁基本上佢哋就嚟自己可以招生噶，啊冇就披床，嗱不過收費喎，講真。真係收費㗎，咁我同你講免費啊，你都唔信啦、啊。好嘢點會唔使錢啊？係咪？不過都係講緊幾廿蚊一個月嘅啫，美金啊，你自己入去了解一下啦。你中意報就報，唔中意咪睇完出翻嚟咯。哦，不過確實好多人報，冇辦法，我實在教得太有心機啦。難唔難學啊 ？Honestly， 你完全唔識彈琴，確實有啲困難嘅。我唔係困你。入去俾錢，但若果你有翻少少彈 classical 嘅程度，譬如你有三級到咧，基本上冇乜大困難。最困難就係你嘅耳仔聽唔聽到啲音咯。OK， 咁我就會喺裏面好分析啲流行歌點樣聽啲 chord， 點樣聽啲音啊，同埋加埋你左手右手點彈。基本上咧，你有少少鋼琴底就會著數啲啦。但你完全唔識就。會 pick up 得慢啲啦，但又唔代表一定冇可能噶，任何嘢都努力勤力就得噶啦。啊，如果你學流行曲，真係啱曬你啊，因為我係一個 pop guy 嚟啊 ，is a pop music guy。I play pop music for 42 years， so I share my everything on pop music piano on to you， not just play。I train your ear. I tell you what is the chord, what is the magic in some songs. Why the song sounds so good? Because there's some magic. If you don't discover the magic, you will not know forever. I'll tell you the secret in the app. It costs you only $40 US per month. So ridiculous. Cheap, very cheap. Because I'm very famous.Okay, famous people charge $40. Do you believe it? Because I'm very, very 有良心 I have a very good heart. I don't charge you very expensive. I just charge very cheap. Because I hope many people can join my Patreon. So I won't charge you like a few thousand. No, it doesn't make sense. Because it's on the web.You can see my video on computer in 手機 so that's all. 安雅希想買我嘅琴譜係咪啊 ？Okay, no problem. I bring it to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300 something people in. Wow, it's 1 o'clock. It's 1 o'clock now. Okay. 良心日文点讲啊？死咯，唔识喎。良心系良心咯，有冇良心？有冇咁讲啊？良心写出嚟就良心啊，良心。
點解要講英文啊？因為 international artist 係要講英文 ，I mean 國際性的啊明星 ，so I can speak English。哦，还有啊，哇，仲有教日文嘅，有兴趣学日文咧，都可以入去，你自己入去睇下啦。我唔讲咁多，你一入去揾到伍仲衡 Patreon 写晒喺度，三个价钱嘅啫，一个系$10，一个系$30，一个系$40，最贵都系$320一个月啦。无限任睇嘅，所有片都有话无限任睇。不过而家暂时 Android 咧有少少问题，因为唔关我事，系 Patreon 嗰个 app update 咗佢个版面。Patreon Android 电话嘅用户咧系某啲。嘢係睇唔到嘅，我會 soft 嘅啦，我盡快一兩個禮拜落 soft 曬。我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樣，我到了這個時候還是一樣，我到了這個時候还是一样，前面的来抢声音，来抢声音，前面的来抢声音，来抢声音。我不记得歌词，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在想你，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忍听见你说的说出口，你沉默。我不记得歌词啊。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忍听见细节。出口在我的心里有我，冇歌词而家真系凭记忆又记唔到咁多。Love me, don't go. Love me, don't run. Love me, don't go. If you love me, please don't go.Let me kiss you forever. Love me, don't go. Love me, don't run. Love me, don't tell me. 如果你还爱着我 Love me, don't go.请你食松糕。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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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左看右看，想看啥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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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咁唱嘅冇所謂啊！唱歌又可以釋放好多嘅代安芬、安多芬嗰啲 friend。
十八岁，一懒风趣，有只鸳鸯上汽水。年年廿八岁，得得乐趣，乐得得得得得得。牛只爱乌鸦，哒哒哒哒哒哒哒。年年廿八岁，一懒风趣，又得得得娶咗佢。请问呢只歌系咪尹光啊？咁似嘅。为两餐乜都肯制，前世壮丁书仔一根艺无谓，期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冇事定，乱搏懵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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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连书都冇事定，赢咗三生事，输光唔使兴啊！做老千总好稳过皇帝。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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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双星。其實唱歌都幾鬼減壓嘅，呢個咁嘅活動啊，好啦，我哋傾下偈先啦又。聽日有冇人要翻工嘅？我想問下嗱，呢度咧仲有三百人喎，一點喎，一點幾啊？我頭先無啦啦就發覺到聽日咧，原來係公眾假期，因為其實公眾假期永遠對我嚟講咧冇意思，因為我從來咧都唔知幾時係公眾假期，我只係知道聖誕節係幾時啦。农历新年都唔系好清楚，有时一月二月嘛。我最主要系知道每年十月二十五号系圣诞节，其他日子我全部唔知啊。我唔知几时重阳啊，几时清明啊，几时拜山啊，中秋更加唔知。所以我头先突然之间，我老婆话俾我听，听日系公众假期，咁我就话，咦，咁今日咪即系听日啲人唔使翻工咯？听日唔使翻工，咁啊，不如开个 live 同大家倾下偈啦。因为我而家追紧目标，希望生日之前。有九万 follower， 九万啦、啊，九万绝对系唔少嘢啦，系咪先？九万、啊，而家好似争几廿个啫，系咪啊？有冇多咗啊？可唔可以同我睇多次？而家头先系八万九千九百一十几，头先刚才八万九千九百十几，而家应该系八万九千九百。30几啦，对不对？可唔可以同我睇下而家有 follower 有冇多咗啊？有冇朋友啱啱无啦啦撞咗入嚟？以后唔知我系边个，请你 follow 咗我先，唔该。或者觉得啊几好睇喎呢个 live 啊，几过瘾喎啊，咁、啊、follow 咗我先啊，包你有着数。我好啱唱許冠傑啲歌，唔係我聲底有啲似啦，咁但係其實當然啦，佢唱得咁鬼好聽，我都係玩下啫。Hello， 好多新朋友入嚟啊！自彈自唱自得其樂，係啊，自我陶醉啊嘛，我成日都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添，我直情唔係自我陶醉。哦，八九九一五啊，多謝 Ruby 唱八九九一五，即係話。仲有85人就冲破9万大关啦 ,OK, 仲有一个月生日应该追到嘅。八万照 QQ, 你讲咩呀？今年内10万啦，咁就难啲。过零月谷我都话我唔系撩牙囉。十万我諗可能要去到下年嘅三四月啦，三月到啦。如果以而家咁嘅走勢啊，恆指係咪？恆指嚟嘅啫，恆指一路上升啊。
多謝曬你哋啊！仲有85人，咁就我覺得就應該冇問題嘅。生日前每日2個已經搞掂啦，每日3個已經搞掂。90,000行啊，90,000衝啊，打錯字喎 ，KC 咯，90,000衝啊！你知唔知曾經有啲唱片打咗個 credit 叫5重衝啊？啊！我有一次去卡拉 OK 唱歌咧，唱一隻泳兒嘅歌咧，你試下去卡拉 OK 點泳兒嘅心中有數啊，係我第一隻寫俾泳兒嘅歌。然後咧，我睇到個作曲個寫住有個條友叫5重衝啊，係衝埋你個衝啊，係衝鋒隊個衝啊，5重衝啊，係完全係唱片公司打錯字喺卡拉 OK， 你點心中有數，然後咧你要好留意喎，因為嗰隻字好細啦。然後你睇清楚係5重衝啊！我有朋友喺 Toronto 啊，跟住翻個 Belinda Choi，Belinda Choi， 請問你係咪男定女嚟噶？我唔知喎，你係女嚟噶嘛？恆指生日前9999冇可能啊！5重衝啊，真係啊！系啊，张佳添老师俾人写咗张贵七啊嘛，佢个仲搞笑，张贵七诶5重衝，因为你有阵时咧，你明唔明白？你打速成啊，然后你拣啊个行同个冲啊，或者差唔多字啊嗰啲啦，咁咧就可能系拣错咗咯。向100,000衝，唔緊要啦，有你哋支持我，無論係幾多萬，我都係咁開心。90,000又要慶祝，90,000慶祝咪生日會咯，生日會慶祝噶啦。唔知啊，阿邊個啊？阿周國峰老師嗰條腰而家好翻未啦？佢好似戴嗰個啊腰封係咪？戴腰封出街喎而家。12月26日歐瑞強搞英文歌 concert， 喂我唔知喎，你要睇翻佢。喂，我熄個冷氣先，好鬼凍。你問下佢。我確實有啲肚餓，我其實確實有啲肚餓嘅。我而家睇下有冇嘢食先。算啦，都系唔食啦，我要忍下口先得，因为嚟紧真系唔可以食，着唔落啲衫。唔食啊，真系唔食。其实出面有好多零食嘅，上次阿佳哥咧买咗4包消化饼嚟，大佬嗰啲叫麦维他消化饼咧，仲喺出面，边度食到啊，大佬食唔到啊！肥媽整親腳咩？哎呀，咩事啊？我忍唔到口，我梗係忍到口啦。我最忍到口啊！有冇生果冇啊？你可唔可以買上嚟啊？不如你問我啲問題啊，我選擇性地答啊。幾時再寫曲啊？我其實寫緊嘅，但我而家咧就好鬼高要求啊！我寫得唔滿意，我唔交出去噶。我唔係求其寫，你都知道我寫啲歌有質素噶嘛。我寫唔到自己滿意，我唔會交出去的。
食水果都可以，但冇水果而家。果物，果物系水果，果物嘅系。五 Sir， 你同张贵七老师算唔算系朋友啊？我哋梗系朋友啦，点会唔系朋友啊？唔通敌人咩？系、哦，肥猫又整亲脚，阿、周国峰又整亲脚，系咁咁啱啫嘛。最唱最紧要好玩可以吗？佳哥狂拉你啲留言，系啊，佳哥系好可爱嘅，你小心佢打俾你添。最紧要好玩啊，可以噶。人其实天生运房贪玩，能得你边有能得你啫？好啊，而家信心最紧要好玩，大家听下。首先我哋搵紧歌词先，为咗要尊重，尊重呢首歌，最紧要考玩啊，最紧要。不如我用国语唱出嚟啊！哇！不過要唱高半度，因為佢原本係 F sharp key，F sharp key 好鬼難彈，吉他彈唔到啊。人其實天生奔放貪玩。驱逐使有消闲，悲欢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紧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用泥毡。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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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愿抬著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美丽先生，美丽先生。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帮衬太阳早交间。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买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朋友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荧光好玩。不需有人赞，开 live 确实好好玩。不需有人赞， Facebook 确实好好玩。我哋呢班打工仔啊，出生走只直头系坏肠胃。哇！我搵埋歌词先啦，一唱我停到喎。我哋呢班打工仔啊，出街走只直头系坏肠胃。搵多些少到月底，点够使啊？呃个鬼啊，确系认真湿滞。最弊 boss 用 D 发威啊，跌过鸡啊，一味喺 c
主系唔系啊？乱嚟废啊！汪汪汪！这家里里发现拉起乐器啊，扭下计你就认真开胃啊！半斤百两做到只积咁嘅样，半斤百两十岁炮仗点会响？半斤百两旧军揸枪走去抢，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翻足百两，家阵恶揾食。边有半斤百两咁理想？吹胀我哋呢班打工仔啊，一生一世为钱底啊做奴隶，嗰种辛苦折堕讲出客鬼啊，死俾你睇，咪话冇乜所谓。哇！俾掌声我先啦、啊，大佬好辛苦啊！一点几大佬，仲要肚饿，唱啲咁嘥 energy 嘅歌，嗱，不如咁啊，既然唱咗，不如唱埋呢首啦。其实我好中意呢首。知咩歌啊？我应该夹一夹 cable， 呢个 cable 去咗边啊？呢度，听啊！我俾个 intro 你听，其实我唔识弹嘅，但我知道啲 line 系点。听啦。叫叮当，个样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更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响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我哋系最佳拍档，永远系最佳拍档。哇，好 Q 辛苦，大佬。昨晚响东急碰正日本娃娃，对眼特别大，仲有尖尖嘅下巴，有啲似中心名菜，唔系讲假，最怪我特别，直头日本化。喔喔，求爱敢死堆，我属住三家，最注重浪漫，又够风骚够肉麻，戴起副紫色太阳镜。就潇洒，百变磅魅力，实行大轰炸。不老公板话，小姐你好吗 ？What the shit 话 ，Hong Kong no much it does。阿那塔话，都特么卡哇伊，实行用假文啊，跟佢 friend 啊，同佢去 happy 跳上架 Toyota。去晚饭直落，用舞月 Casablanca， 趁高兴飞身上台唱 Careless Whisper， 在散步月下连随幻想下。啊，娶咗娃娃，即刻就变晒身价。啊，洗衫煲汤，抌骨链杯只地茶。啊，1997，啊嗰阵冇有洗怕，实行住元素，开间舒适吧。
同佢去宵夜，我叫 Tempura， 佢叫立立集，乱似身鬼咁豪华，嗌找数3008，成份身价，佢笑住仲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陪佢翻 lobby 企正个日本爸爸，佢眼骨骨，大学生 Nandeska， 阿女佢今年唔够16.5，佢见到10段。话同我练下 ，Sayonara， 忍着泪说 goodbye 啦 ，Thank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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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摸摸个袋，啊洗剩8个几咋，食埋份凉片，你似衰咗啦。哇，一万五盏灯啊！喂，唔好听啊，好听系嘛？不如生日唱俾你听系嘛？生日我有对 live band 嘅，好正啊！五嚿水仲想点啊？有得食，仲有 live band， 仲有我唱歌听，系咪抵到烂先？系嘛？我唔介意你俾利是我嘅，不过喂，真系有条 live band 好坚噶，特登去揾咗条 live band 同大家唱歌嘅。喂，真系有冇人识呢首歌？我想问下，有冇人未听过呢首歌？可唔可以未听过嘅？可唔可以打个一字？我想知道有冇人未听过呢只歌喺睇我 live 嘅人。呢隻叫日本娃娃許冠傑嘅，忍住尿說 goodbye 唔係啩？直接晉級係咪？直入決賽係咪 ？OK， 有冇未聽過噶？有全部聽過係咪啊？有佢咁靓事，冇佢咁够赞。尖沙咀舒适，点知咁简单？样貌与身材，款式夹耀眼，想搵多个都几难。佢要够有型，个性最好玩，出名演车王，青山斗片湾，日日压几笼虾饺当食晏，思想开放，好识叹。沙咀舒适，乜都睇两眼。尖沙咀舒适，乜都睇两餐。佢老豆勤力惯，去街市卖鸭蛋。尖沙咀舒适，乜都多两餐。橙沟绿米亲蓝，佢都野火抢眼。佢话个抢眼，哇个抢眼咧好许冠杰喎，抢眼，哇点咧？佢都野火抢眼。抢眼我自己都觉得好似喎，橙沟绿米亲蓝，都有野火抢眼。佢碰见猛男，对眼会乱咁斩。风骚剑士对眼会乱咁斩。风骚剑少云，乜都笑一餐。密密去 disco， 通宵去搭单。揽身揽细都好闲。有佢咁野蛮，冇佢咁够胆。尖沙咀苏轼死都咬翻生，但望阿苏轼啊，光阴咪短散，青春一去空悲叹。好鬼爽啊！呢个屋企多靓衫，哇！我某啲 frequency 真系好有啲似，我自己觉得系屋企多靓衫。咁啱要茶楼齐共生，得两份谭东香，哇冇咁高啊嘛！咁啱要茶楼齐共生，两份谭东香，花雕得几靓，眼内有落章，雕佛雕像，闻得咁鬼香，一起就完全唔系乖，冇咁低啊嘛！我唔记得啲歌，我唔记得啲 key 啊！咁啱要茶楼齐共生。凉棚谈仲香，花雕结几两，眼内齐落窗，叫佛雕唱，闻得咁鬼香，计起就完全唔系贵，皮套能润肺，包心蜜旺鸡，发财同玉龟，
唉配料落到齐，你真冇得挥。肥佬礼到眼飞，神仔龟软脚龟，够啦喂，拆啦喂。夹起连脆茶辣酱，确系衣身硬又硬，系一于抢手枪，系完全唔衣衫，有福大家享，使乜咁夸张？成班友一尾灯，琴声一尾灯，怕老将。十个女仔，十个女仔，九个认识，明明系老，佢话唔系。三张几嘢，扎起辫仔，青春美丽就冇失礼。十个女仔，九个浪费，时时换季，已系成例。身光颈靓，衬起好睇。串链咁揈，维护身世。十个女仔，九个实际，人人恨嫁，富裕门第。小妹算细，要讲家底，屈居妾侍，亦冇乜计。十个女仔，九个话咪，明明系制，猛话唔系，想讨佢啊，老鼠拉龟。一起作状，扮晒矜贵。十个女仔，九个乱砌，唔系乱砌，玉砌。十个女仔，九个玉砌，情怀善变，确系文艺。玉啲玉梅，发起浪礼，一出眼泪就要安慰。戆女仔逐个睇，眼丽丽。收还肥，样样样齐。男士实在，男士实在，唔长。男士实在要感，男士实在要感激上帝。皆因女仔使你意乱情迷。好正嘅啲歌词，系咪好正先？唔系乱砌睇错咗啊，系九个玉砌啊，十个女仔九个乱砌就好淫贱噶啦。九个玉砌，或者系十个女仔，九个任砌，情怀善变。啊，突然间变咗尹光喎。十个女仔，九个任砌，算啦，好正喎呢个。夜遥共对轻舟飘，湖泉细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缘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依。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
醉拥孤琴，你不禁夜半饮泣空帐共遗憾。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含泪对孤灯，痴心错恨中，情缘如雾散，恋爱多变幻，独伴往日情，凄算透心间，怀人空悲叹，情长心冷淡，月夜暗自叹，伤心满泪眼。无情夜冷风，忆往日情衷，离别燕纷飞，相思已断送。喂，正唔正？系唔好正？跟佢做个 friend， 高啲啊！跟佢做，跟佢，跟佢做个 friend。惊到咪使惊，我要执得好正，着靓衫反起领，摁摁下似竹蜻蜓。跟佢做个 friend， 哦，把口要好听，对佢打着金眼，唔系赞佢生得好靓，对佢打着金眼，拖到手仔我就靓，认真攞命。真攞命，越见得多佢，佢越正。买只戒指，甩翻粒钻石石，随朋友正。认真攞命，认真攞命，问我点解冇放大镜？佢话嫌细夹咗佢钉。做个 friend，friend 过打病，吹唱歌好靓，我吉他甩咗病，两个跳舞认真抢镜，跟佢做个 friend 快啲啊，惊青两粉惊，犹豫揸紧借病，咪个沙煲乱掟，司机可以做。知己可以做成，认真攞命，认真攞命，越见得多佢，佢越正。教佢揸车搵气嚟做，随朋友正呢对正。认真攞命，认真攞命，望见啲弯佢猛乱掟。唉，我练随嗌阿妈救命。做个 friend， 汪敏两份听，去咖啡湾撑艇，再转车出粉岭，两个压晒一打西饼，跟佢做个 friend， 惊青两份惊，有雨揸紧借病，咪个沙煲乱掟，自己可以做成，有个家跟佢病。咪个沙煲乱掟，自己可以做成。
喂，我而家開冷氣好熱嚟嘅。我一唱歌咧，就睇唔到你講嘢噶啦。喂，你眼瞓就瞓啦。我而家咧，其實咧就好無聊咁樣開咗個 live 就聽唔到，聽不到，聽不到，聽不到。唱急流勇退，我冇諗過急流勇退喎。名成利就，人人想擁有。識唔識唱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唔識喎，我唔係乜歌都識噶。你當我超人咩？我聽完就可能識啊，但係我而家唔想用腦啊，我就係想唱一啲我識嘅歌。不如咁，我哋傾下偈啦。而家要傾偈啊嘛，係啦，唔好再唱歌啦。我而家咧要將你手擺喺度，隻手唔可以離開張台。係咪好多廣告啊？今日咁就還得神落啦。不如你唱俾我聽啊！生日，生日你出嚟唱俾我聽。有冇想有冇興趣同我合唱啊？生日會有冇啲 fans 想？即係你歌喉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先可以同我合唱噶啦。當然有冇興趣啲唱得勁嘅 fans 出嚟同我合唱一首？飲啖水 ，OK。明天放假可以不瞓住，大佬你唔使放，我要瞓啊，大佬。我哋傾多陣啦，見你哋依依不捨，咁八卦一啲人問我大五太幾多年，呢個無可奉告。有，我想同你合唱，我攞過獎，真啊嘛 ，Andy 獎，你有冇買到飛先？你有冇買到我生日會飛先？你攞個獎，攞個獎唔代表唱得好聽。我冇攞個獎，但我唱得好聽。嗱，呢只歌咧都有啲許冠傑嘅 feel 嘅。凡事冇免費，免費往往最貴。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如果有埋條鈴聲出嚟，咪亂撳撳入去睇。諗一諗，別要中計，先搞清楚對方是哪位。免費嘅著數或者有問題，網絡搭訕你千祈咪制。18222諮詢熱線你要知，懶理佢，告發佢，再 block 咗佢，咪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費，你記住啦喂，貪心會害你一世。喂，真係咧，我想做少少統計。如果我揾尹光上嚟開 live， 你哋支唔支持？我嗰日認識咗尹光啦，互相抄咗牌，
咁佢話佢其實好欣賞我講嘢喎，佢話佢成日睇中遼好聲音，佢話我講啲嘢非常之好，佢話好中意你講嘢，佢話即係佢中意我講嘢多過唱歌咯。咁我話喂，遲啲可唔可以等佢開埋 show 先啊？等佢開埋演唱會先，我諗住請韻光上嚟，係咪會正先？但我要學佢啲歌咯，因為我唔係好真係唔係首首都識，我要聽一聽。我谂劲到爆啊！会尹光前辈，尹光系咪正啊？雪姑七有七个小矮人，雪姑七有七个同埋床分，七个人有七。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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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佢话咧佢啲系踩界，就唔系下流嘅，系踩界，我都觉得好正。雪姑七有七个小矮人，数毛毛，我唔识唱呢啲，啊咩小李阿爸嗰啲啊，我要听，我要听，我要执歌，我要执系执尹光，不如我出一本尹光嘅钢琴作品集啊嘛，全部系尹光啲歌编晒钢琴，就好笑。许冠杰金曲歌谱周街都有啦，使乜我执？不过未必啱就真。尹光啲歌我未識彈曬㗎，但我會聽嘅，我會聽完就得㗎。啊，雪糕七有七個小矮人啊，雪糕七有七個同埋創坤啊，七個人有七啊，呢個係尹光加李嘉誠。哦，多謝，我哋最後誒傾多陣啦。啊，十分鐘。10 minutes. 你都鍾意我講嘢啊，多謝你喎。係咪好多人鍾意我講嘢啊 ,ok 啊。其實我講嘢呢就好真嘅，真係有嗰句講嗰句，我唔怕得罪人。但我亦都唔會特登去得罪人嘅。即係我講嘢絕對唔會係奉承你囉。啊，你係好我讚你，你係唔好嘅我一樣話你唔好。尹光點解成日要尹光加東東啫？我同尹光兩個唔得嘅咩？尹光唔知道有冇開過 live 咧？如果冇咧，我就第一個邀請佢上嚟。唔知道尹光自己有冇試過開 live？我想教尹光唱倒數啊！数人于情爱当中，曾迷失几次路，让我们跳着这舞，直至天地也苍老。人生曾遍无数荒岛，最终跟你拥抱。可能会咁唱。好正，尹光。啊，十分鐘，有咩問題？有咩關於問題？問題。11月繼續有週五，有週五。啊，尹光確實係好有穿透力。我唱粵劇，我唔識唱粵劇。落街冇錢買麵包，咩又俾老婆鬧？周五11月几号啊 ？OK， 我咁快话俾你知嘅，太远嘅嘢咧唔使讲住。啊，到差唔多我就会话俾你听。昨晚在上水广场，你从电梯落嚟嗰一刻，好多人赞你好型仔，我觉得好似
接機咁，好似嗰啲首相到香港咁 ，hi hi 嗰啲戈爾巴喬夫到港，張佳添老師未上過 live， 暫時好想抽你借錢咧，又怕老婆啦。11月10号周五有周五，点解你又知嘅？我冇讲过，边个讲俾你听啊？边个话噶？冇人讲过，有人知？乱咁讲。其实好多 fans 我都唔知啲庐山真面目系点嘅。好多都係睇個名好似好靚咁，但實際靚唔靚咧，真係要見一見。其實我有冇啲 fans 係好靚嘅咧？唔知有冇啦。我希望有啲 fans 係好靚啊，即係證明我市場好大。點聽廣東歌先詞後曲？冇得做嘅，冇可能，冇可能好聽。但我自自然然又攞支吉他撳翻去先，得唔好？得啦，唔使讲五太最靓，无论佢系点样样，佢都系最靓。但其实确实咧系有啲名字真系会系靓女啲嘅，有啲名系真系唔系靓女唔会叫嗰啲名嘅，我觉得系噶，即系譬如你听到有啲名咧，你都听到佢未必靓噶啦，即系我费事讲啦。有啲名字一听系唔系靓女唔会改嗰啲名嘅，真系，唉，啲大家都心地好好嘅，不过。例如边啲啊？例如啊，你觉得叫阿 N 靓唔靓？叫阿 N， 你觉得会唔会好靓？可能得罪咗啲人噶喎。你觉得叫 Vivian 会唔会靓？嗱，叫得 Vivian 咧，都唔一定，都唔一定，都唔一定。我都识啲 Vivian 唔靓。譬如叫咁咩名係靚嘅呢？Rebecca 是咪啊？叫 Rebecca 是咪啊 ？Rebecca 就都唔会系丑样噶咯，叫得 Rebecca， 我觉得啊，咪呢个感觉嚟噶嘛？即系以我识咁多个同名嘅人咧，一个统计学嚟嘅啊。
如果男仔咧有啲咩叫咩名会靓仔？你觉得？叫 Richard 一定系唔靓仔，我觉得。如果靓仔唔会叫 Richard。啊，叫阿 Ken 咧，感觉上系好好运动、好 sporty 嘅，叫阿 Ken 嗰啲。啊，系咪啊？你觉得啱唔啱？系咪叫阿 Ken 通常都点都会有啲运动嘅型嘅，叫阿 Ken。叫啊！不过好难讲嘅啫。叫 Harry 嗰啲就通常都系有才华，但系通常都唔靓仔。叫叫啊！叫啊 Chris， 咁你講靚唔靚仔 ？Chris 咁樣叫啊 Chris， 叫啊 Chris， 或者叫 Andy 咁樣，都好普通喎。Alan 一定靚仔，唔係啩？即係報志倫啊 ！Aaron 一定靚仔噶，即係郭富城啊 ！Leslie 啊 ，Leslie 可能係女人嚟喎。靚仔通常叫 Daniel 啊 ，Daniel 係啦 ，Daniel 係通常都係斯文嘅，斯文嘅，未必一定靚仔，但係肯定係斯文。即係你唔會見到有個好粗礦嘅地盤佬咁樣走埋嚟，哎呀，啱啱搭完棚咁樣，我叫 Daniel。唔会噶嘛，系咪？嗰啲通常都叫阿强啊、阿辉啊咁噶咋。Leo 有靓仔 ，Gary 系咪噶？叫 Harry 唔靓仔嘅 ，Harry 系有内涵。唉，呢个话题都系乱咁吹水嘅啫。好啦，差唔多啦，各位朋友。就在这个无聊的话题之中完结啦。好吧，多谢你们。听日你们自己找些事做一下啦，听日就要做嘢，听日我不开 live 㗎啦。希望一两日过九万，咁我再开 live 同大家庆祝。好吧，好啦，差唔多。哇，好冻嘅呢个冷，呢度真係好冻。又好冻又好热。又咁快？今日呢个系咧送俾你哋一个听日放假嘅 live 嚟嘅啫，大佬，唔好咁贪心啦，我会攰啊，我人嚟嘅，大佬，你知唔知咁样开 live 系消耗紧 energy 噶？呢排都开得好密嘅，因为我要冲破九万啊嘛。唱最後一首歌送俾大家好冇？最後一首歌。好啦，我而家唱最后一首歌，呢首歌好有意思嘅，
就送俾我哋香港啊！我与你同坐这条船，无情浪把它漫卷，满天风雨，是夜未能见，连作一大团，不知怎算，既决意留在这条船，齐齐令它不遭破损。困境挑战是我地面对，令到这条船永不翻转。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心实在记忆不断，移民爱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香港是我家，怎舍得失去它？实在极不愿移民爱国做地菜斟茶，紧紧抱着铁家，倾出这心里话，但愿藉着这番话，齐齐共你发泄一下，但愿日后狮子山下人人团结，永不分化。Yeah， 香港是我家，呢首咧就系同舟共济啦，又系许冠杰嘅一首好有意思嘅歌。完結了今晚這個失驚無神明天假期的一個 live 啦，我們就下次不知道何時再見，很快應該不太久，多謝大家今天，希望大家無無聊聊過一晚開心啦，我也是無無聊聊唱歌聊聊天，這樣好嗎？好啊，多謝，那就祝大家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拜拜啦，拜拜，再見，再見，拜拜。